好，我们这边来看一下翡翠打六月的 LV9 哦，没有无视减伤的话哦，这种跟性队伍要开出来就几率高很多了。好，他第一关这边先开玉藻前，然后开金恩去加 combo， 妲己也开下去了。好，那有金恩的加 combo 要超过十康，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哦。好，他这边稍微啪了一下，不过伤害有带走，没事。来，接着第二关金固这边也没差哦，因为翡翠会有一个跟性的效果哦，就算打62万过来也不会怎么样哦，所受伤害不会使你死亡哦。好，那接着他打你就会有电击珠，好，这边也是有消到就好了。好啦，这个伤害看起来其实真的蛮悲催的。来，这边消了一个满板，哇，这个整理珠子的能力也太好了吧。好，这边也是消了一个接近满板哦。好，玉藻前有要开下去吗？没有，这边翡翠一个关开。好，金恩也开下去了。好，这边直接转一个固定版面，没有带走，有点可惜哦。好，那这边就是去把电极消到就好了。不过他这边没有去消，应该是想偷个一回合吧。好，这边转了一个八康，哎，木珠还好啦，木珠都还有那个三颗去让它消掉吼。好，那这边再开关开翡翠一次。好，这边还是差一点点。这边要去转直行 ，OK， 带走。好，接着单击两亿盾加五鼠级哈，这边从上次的下挖那边已经学到了，射出去白白的东西可以直接无视掉这个五鼠级，所以他这边带了天堂鸟，那应该是要靠天堂鸟来破两亿吧。好，那这边电击要记得全部消到哈，不然他是会追击的。这边玉藻前先开，好，然后灵枪也开下去了，好，来妲己也补下去，啊，时钟藤有开啦，哦，所以这边的话单击两亿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哈，哦。好，这边消了一个满板，来这个两亿 ，OK， 有射出去没问题，来超级技能重置，好，那这边手消多种减伤的越战越强。对翡翠来说没有什么太大威胁哦，你只要不要让他连击过来，这边都是可以扛住的。好，而且也可以慢慢去把他的血 消耗掉，只要不要消到 30% 以下让他连击过来都没事。但是因为这个是手消多种减伤的 50% 版本哦，你只要消到第二种珠子就会扣 50， 第三种就扣 100，所以是蛮不好处理的啦。好，哇，这边又转了一个满板，天啊，这个版面配置能力真的相当优异哦。好，这边也是差一点点用满板，只是最后有点撇掉哦。哎，这边现在有两只妖狐跳起来，一个是玉藻前，一个是妲己。又一个满板，漂亮。好，那这一对进关的话是可以把技能全部恢复啦。应该说进关的时候 CD 减6啊，那现在被重置就是要再稍微弄回来了齁。好，再一个趋近满板，这边技能已经跳了，来开玉藻前，然后开金恩，妲己也补下去了。好，那这边就是开那个，这边就是叠珠了啦。啊，这边只有多消一种，让它减 50%。那光用叠的，来这个伤害 OK 带走没问题，打了百亿出去啊。
好，来接着是隐身的部分哦。那这边其实被打过来是也没差啦，反正会更新。好，那没有骷髅头是因为那个哦，更新效果，不然他其实有隐攻十倍，所以你用其他队的话，记得不要让他在隐身的时候打过来，不然会受到十倍的伤害。好，那这边应该也是慢慢去把它磨掉就好了。好，来这边他已经变强了，不过也没关系，不会连击都没事，只要把血回回来就好。他 70% 以下的时候还会让你攻击归零一回合。好，这边开妲己金恩，感觉这个已经是一个 SOP 了齁。好，这边直接带走没问题。来接着手消全新又是隐身齁。好啊，这边打过来是会把你技能重置掉的，只有技能重置，没有超级技能重置。这边你只要不要手消全部的心，都还有机会再把技能洗回来。而且翡翠，如果你消一组心三颗的话，只要四康血就回得满了。好，这边又消了一个满板，漂亮。这边有要把技能稍微洗一下吗？好，其实应该也不用刻意去洗啊，翡翠正常打伤害就已经没有太高了。好，这边一个关开，刚刚卡心了齁。啊，没有，这边只有关翡翠哦，还没有开。好，又是一个趋近满板。好，翡翠再开下去。来，这边要直接进攻了吗？还是要再回血一下下？好，再回血一次齁。好，哇，这边又一个满板啊，太扯了吧。好，那我相信他最后就算没有金恩可以开，应该也是可以直接手转满板的，太可怕了。好，这边技能都已经洗的差不多回来了齁。好，又一个满板，哇，太夸张了。来，这边又卡新珠啦。来，这边再关翡翠一次。好，这边他稍微留一下新珠齁，上一回合啦，稍微留一下。好，这边还有心，还可以回。OK， 翡翠又跳起来了。来，那这边把翡翠开下去，这一回合应该是可以带走。好，龙克也开下去了。这边不知道是做真伤还是做其他用途。好，这边带走，来接着也是隐身，然后加上风化五颗，然后还有剧毒80%。好，这边开妲己的回避。好，来翡翠关哦。关开再一次，那接着这边的话就没有办法再让他拖很多回合，只能一波带走了。好，这边打解开下去，因为他有中毒80%。哇，这边打解的倍率完全吃到，哎，又是一个满板。好，这边也带走，来接着就是尾王啦，这边开了一次妖狐。好，金恩两个技能都开好了。那这边感谢观众让我们看到，翡翠又是好久不见的翡翠，通关 LV9， 那也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就下一部影片见啦，拜拜。